好的，我们现在马上要看到今天最后的一张地图——暮色之塔了。是的，那这名前面乌雷娜是拿了3分啊，韩国选手队。那最后一张图，说实话，世界队要翻盘已经是不可能了。不太看好。对，那只要 A 出风采就可以了。大家都是这么想的，但是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是没有机会。首先，我们看第一场是Beyond 打 PT Jago，PT 是的。Jago 的一个 PPT 的实力。好吧，这一份我们先放弃了。然后看下一份 Hastim 打 TY，我觉得是可以争取的。是的，我觉得这一份保留还有可以争取。然后再是 PT Jago 要对阵清本。清本的 PVP 实在是太强了，前面我们也是看到了，基本上没有输的可能性啊，我觉得。是呀，最后最关键的司点，令来了，司令最后一盘是要对阵压轴司令要对阵 Park，Park，这个感觉，感还觉有是。点走神。来，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这张地图的四个对阵，我觉得能够争取到的分数也就是 TYEG，其实我觉得清本这一分也是可以争取的，有机会。那就按照你来算的话，这个韩国队这个图可以拿到3分以上了。啊，不是啊，我认为这张图世界队有机会获得三分。世界队有机会获得3分，对啊，前面分析了半天，怎么分析的反了呢？那我客观的分析一下，我觉得世界队可以拿1分，就是在司令身上可能有机会拿1分。其他的这三个对抗，说实话不太好打。那我们这边看到的就是我们的 Bing。他前面赢了，非常的兴奋啊，因为确实他抓住了 Snoot 唯一的一个 timing 点。晚几秒他就输了。是的，因为那个 Snoot 那个时候已经在变大龙了，他跑到后台的时候已经非常可惜的说，Only，就差那么一点点的时间，他只要把那个大龙变出来了，基本上刚刚这个5胜就走了。这，那这一盘你们反正你，我觉得你现在其实就稳一点，你知道吗？你我就什么都跟小色选一样的，总会不会超过他。说的有道理，但是这个是以前选的呀，现在我不能改了。反正你们三个都支持 Beyond，但虽然大家可能在双方的实力上觉得可能 Beyond 的实力确实是要比 Pretty Dragon 可能会强一点，但是如果说出现了奇迹，如果说 Beyond 刚吃的东西吃的有点吃坏肚子了，或者没他有没吃吃饱，东西，他没吃东他西，吃了，他吃了什么？他吃了一碗韩国拉面。泡面，但是我觉得他就算吃了也没有这么快反应过来吧，他需要消化时间的。PT Jago 的他的 PVT 确实不是很强。那双方选手第一场准备完毕了，我们马上进入到比赛。看一下双方的出生点位，出生在地图右上方，蓝色的神族选手呢，就是 PT Jago，来自世界队；而出生在地图左下方，红色的人族选手呢，就是来自于韩国队的 Bing。碧云的话，刚刚因为刚打了一盘啊，他的体力不知道怎么样，那体力应该还是可以的，我觉得。消耗了一下体力，现在他的 PVT。风格应该还是以及偏稳重一些，他前面打过一场，强暴兵的开局为主，而且全防。主要还是看 Beyond 这边怎么打，他的开局会不会像之前他打的一样速三开？哦，这边双气啊，很哦，双快的双气气，有问题喽。可能要前压了，他要变打法了。他刚刚打那个 Hearthstone 是因为他前面三开非常快，所以经济。经济很超好，对后方面很的多，兵力很厚，是的。但是这盘他选择双气开的话，那这样他会在科技上会走得快一点。这盘他估计要变一下套路了，因为他同样的战术一般职业选手不会用太多次。他只要会的套路比较多，让他在比赛中就占先机。这边双气非常的快啊，这边也没有侦查，完全不知道。这盘他正好 PT 教过没有侦查，这边直接下重攻。这个应该是一个空投地雷的开局，气荒这么早，也有可能也有是可能女女妖，妖，对。但是现在出女妖 PVT 很少见，一般来说占不了太多便宜。地雷然后接解放的可能性会，是的，就是会好用一点，实用性也更高点。而且冰的话，他在这一招上面用的也是很娴熟，基本上都是
空投地雷加枪兵先前压，然后解放者直接再强压一波。嗯，如果是他守的不好的话，基本上就很伤。对，但是断手流嘛。嗯，但是刚刚那个 P 的套路，他只要采取 VR 开或者是 VR 加 Blink 的话，那守这波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嗯啊，地雷。兵营是挂了一个双倍，不知道他要投几颗雷啊？我感觉是两颗雷左右，两颗雷加四个枪兵。二级地还没有下，关键是 PT Jago 这盘没有探路啊，他现在完全不知道对方是什么的套路。但是他家里是出追猎防守的，所以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看他什么时候下 VR 还是他走什么科技线。嗯，这个套路的话 VR 一定要找。嗯，好，他下 VR 了，他下 VR 了，下 VR 的话就只有机会，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对，这个地雷现在过来呢是要防一下对面的先知，因为现在的话前面的枪兵数量可能会有一点不够，需要靠地雷来防守。是的，还好对面并没有用飞机场开啊，所以也问题不大。嗯，这个并不能还好，因为他 VR 开的话他的空投可能会投不到什么东西，但他投的不是地雷哦，他后来后面续了一架火车，又续了一架火车，他估计是要投两架火车加一波枪兵，但是母舰核心过来，哦，看一眼看到飞机场了，他看到了，哎，没看到，说好的看到了呢，还是投地雷的，再看一眼，这个总归看到了，哎，但是他懂了呀，这个重工没有挂件的，这么快的重工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个时间点重工也是正常的呀，但是重工在产东西啊，他家里修一下，农民修一下就没有什么问题，枪兵出来点一点就好了。金刚独龙钻啊，这个是。好，这边运输机已经到家了，就看这个五个枪兵一颗雷的。是的，但是有 OB 啊，有 OB。六个枪兵。他想卡二矿那个口，他想卡二矿的口。他地雷找个机会埋个好位置，火车直接溜进来。火车进家了就有点麻烦了，关键是母舰核心刚刚才回来，三个追猎被枪兵所压制啊，操作操作。点掉一个，这边地雷开了一个炮台。是的，这边地雷埋在了矿区，那比较麻烦，还好有 OB, 已经杀了六个农民了。对，现在直接是装了火车往二矿跑的。哎呦，再杀一波，这个打得很狠啊，这个雷要先处理一下。他后面的解放者，他有没有接解放者，应该快到了吧。嗯，啊，来了解放者来了。解放者的话这边追猎不够啊，炮台也没有了，两个追猎怎么挡这个解放者。架的位置这三个矿基本上就不用挖了，全部去二矿，这二矿还在压。哦，再刷了一个追猎，那这样的话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火车看能不能溜走，运输机估计也是保不住了。火车转了一个圈，哎，再杀回来继续烧。哇，这边还有一波，但是被围掉了，农民包的不错。嗯，这样的话损失四个农民，主要是这个解放者有点解决不掉，手断了呀，现在这个一会儿脚就要断了。对呀，手已经断了呀，现在家里面这边兵的话是还好，他架了一下。嗯，直接秒了一个，三个追猎应该可以处理的。嗯，杀了几个农民，十个农民，十个，五个追猎还有。然后这边七个枪兵一个追猎还好，现在就是正面这里要开始断腿了，刚手已经断了。还好这一波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啊，因为他追猎现在后面还有解放者。这个，正面是施压，解放者的话他在后面补了一个水晶。嗯，可以架一会儿，可以架一会儿，这个水晶没有好之前可以架一会儿。这个边缘子也能蹭到，走了走了走了，他也懂的，正面再压。嗯，压三矿的这一波是带坦克还有一颗地雷的。是的，坦克子也来了，这一波坦克架出来真不好说，因为现在的话他的 Blink 是没有好的。是的， PT Jago 现在就三个追猎，我觉得三矿应该是要被压退，三矿应该是掉了，现在运营的节奏非常的快啊。嗯，完全不给你运营的机会，自己再三开就赚足了便宜。那三个追猎怎么挡，这里还有一个地雷，五个追猎，不灵还没好。好，OB 直接扫一下，一把雷达直接点了。嗯，那这个地雷基本上是无敌状态，上面还有一个解放者还换了一个位置，这个地方水晶打不到，正好都是算过的呀。坦克架到这个坡口就不太好了，强点追猎没有 Blink 啊，差四分之一再换追猎，天哪，这个节奏太快了。现在有解放者再来掩护坦克，坦克找个位置架好，这个腿断了呀，头也没了呀，重要的是这个位置是 VR 的位置，这样的话不朽可能出不来哦，头也没了，现在什么都没了，这感觉要被 A 死了。
接，哎呦，追着小球，哎呀，还投矿罗下来，他投矿了修坦克，但坦克没有掉血啊，这个没关，他先预先准备好，因为这边追着小球有强点的意思，再丢一个强修解放者吗？好了，两个矿罗修坦克能不能修起来？能换几个？但是不朽出来了，哎，不朽再点枪兵，还能换一个，哎。这个感觉有点浪费吧，两个矿罗。不过他现在优势确实很大，这边还被炸，哎，这样三矿又没开出去，真的是生不如死啊！现在，而且他 OB 好像因为刚刚是出不朽的，是的，三矿也开不了，关键还一颗雷在那边。啊，还好这个叮当是看到了这一串运输机的出来，这样还是蛮关键的。嗯，再开三开，但是这边又来一波。又来一波空投，现在他家里兵力是严重不足，刚刚被换掉了基本上所有的追猎。嗯，二矿就要靠大炮台的一个防守了。是的，还剩最后一个光荣的追猎。但这个雷，他没有 OB， 好像在造了一个。他 OB 是从前线跑回来的吗？来了，造了一个。这船兵有没有反应啊？有个应该是有的，他是看见这船兵出来的呀。但这个。只有一根水晶啊，他在二矿。一根水晶是蛮危险的，而且这边好像没有第一时间反应过来。这照顾不到，他现在只需要卡住这个位置，水晶是没有用的。啊，这个二矿也成马蜂窝了。好了，一把雷达扫一下你的主力，然后准备装了走，三个追猎来了，走。然后往三矿走，这个时候解放者又架过来，卡了一个位置。真的好烦啊！这个三矿又被打，再投二矿。啊，旁边有个凤凰解决，但是已经损失很大了。但是正面一波兵，五件核心被点了，这炮台也没有了。是的，乱了，正面又来一波兵，三矿怎么办？现在三矿，天哪！两个坦克，坦克架起来了，现在只能靠不朽。不朽现在还好，正面兵力不太多，但是他又接了一波，后续又接了一波生化部队上来。这个节奏实在是太快了。好了，不朽开盾，想要抢点这边的坦克。这个可以吃掉，可以吃掉。换了一个不朽，但是家里这一船兵，家里面这一船解决不掉。再来主矿，这个里面是两个枪兵，一个光头、嗯、凤凰长过来解决一下这个运输机。好像点掉了吗？点掉了、终于解决掉了家里这船兵。但主矿又来三个兵，但是还好三个兵损失并不是特别大，主要是还是刚刚二矿的那个位置，现在是20个农民去了。是的，但是你要看人口差距啊，已经差40人口了。哦呦，这根水晶点掉是直接让 VR 停产啊。嗯，现在他基本上没有什么蓄兵力。嗯，人口已经拉出了这么大的一个差距，正面再来一波的话就不好挡了。是的，他现在是对方节奏踢的节奏太快，他现在兵营都忘记补了，在我感觉他兵营现在非常的少，哎，都在断电状态啊，断电了。所以这个其实现在可以多补一点水晶跟那个兵营了。家里终于处理掉了，那三矿怎么办？三矿这波兵感觉三矿又掉了。GG， 非常快，不然这一盘的话节奏很快，先断手再断脚，最后把你头砍，行云流水，没有给对面任何机会，实在是没有什么办法，他节奏打得太乱了。嗯，那冰冰现在是四胜吧？对，四胜，他今天一个小分都没有丢过，不愧是五胜啊。五胜还是五胜？是的。哎，那我注意到最后一场好像是司令要第二次对阵帕克，对，他前面已经打过一次了，他之前赢了啊，他输了，他输给帕克了，他在输了，对，他在输了，在莱瑞拉克之冠他输给帕克了，最后一场是复仇之战啊，复仇，嗯，第二场是 TY 打哈斯通，但是这个图的话 TVP 还是要拼基本功一些。嗯，这边斯尼他是第一，前面第一张地图就已经赢了帕克，然后是输给了土豆，不对，输给了是，他输给了帕克，赢了后面都赢了，赢了土豆民和，赢了土豆民和哈斯汀嘛，嗯，对，赢了哈斯汀，最后他要跟帕克再打一次，复仇战这个指导棋不能再下了，我们相信斯尼还是很有实力的。然后 TY 打哈斯汀的话，我觉得。TY 他如果要什么断手断脚流的话，我估计不会输于无胜。 TY 打得很风骚，对，但是他不是断手断脚，他一般是直接就冲着人家头去的。那没有这么快吧，总归要先把别人先断一下然后再去投吧，这不可能上来直接就把头给他。因为就很简单呀，他就是先去烧不到东西他就挂了呀。看他会选择什么开局很重要。嗯， Huston 的话这次感觉他还是蛮有信心的。
不过我据说他的 PVT 也不是很强，这主要也有可能是因为欧美选手他们那边的 T 的可能强度和韩国韩 T 的话会有一点不一样，所以他们这样打起来会有一点不习惯。哎，反正错是一样错，好不好？不可能让他追上我的。是的，不过好像哈斯顿的话，他在韩国练习了几个月的话，所以他可能在面对韩 T 的时候会比其他的欧美选手要好很多，可能会好一些。嗯、但是 TY 说实话，你要在平时跟他练的话，其实挺难的一件事情、嗯，挺难搜到他，因为他们基本上很少去天梯打，都是在打队内赛这些东西。他们都是一般来说是有针对性的练习，打天梯的话属于休闲娱乐。是的。好了，双方选手准备完毕，我们马上进入到比赛。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出生点位，出现在地图上方。蓝色的神族选手呢，就是来自于世界队的 Houston， 而出现在地图下方红色的人族选手呢，就是来自于韩国队的 TY 全太阳。点位跟刚刚一样 ，TY 感觉也是就打法偏压制的一个 T 啊，但是他的会不会跟刚刚五胜那么极限呢？哈斯顿为什么上来这么友好嘛？然后赢在赢掉以后就换了成另外一个状态，是疯狂的庆祝，单气兵营，现在还看不出，嗯，要看他会不会下第二个气矿。哈斯顿依然是一个兵营双开的开局，神主的开局一般这个种图变化不大。是，哈斯顿这边的话还是要去探一下路看一下。TY 探路很早，但是这边哈斯顿更早。他有点虚，因为全太阳之前打的时候他是放过风铃火山这样的战术的，有可能还会放其他的战术，所以他需要提前的过来看一下，而且过来的话还可以做一些很烦的事情，比如说像这样。TY 也没有走一个直线的科技，他因为他感觉还是一个死神双开。这边神族看要不要干扰一下 T 的第二个矿，没有干扰，直接就走了。这个建筑学感觉跟刚刚一模一样，建筑学是为了在前期防死神转来转去。这边出了一个死神侦查一下双开，两边都比较常规的开局啊。嗯。没有走很直线的套路，农民再过来看一眼，看看有没有双气，确定好水晶位置、嗯、死神开始可以过来。现在这盘其实主要还是 TY 选择什么样的一个开局，经济型的开局还是科技型的，双倍挂件，这边出了一个使徒，这个图你要使徒进家是不太可能，他只能象征性的侦查一下。好 ，TY 现在还没有放重工吗？放了，他依然没有开二期啊。嗯，他正常开局 VF 之后应该是快要下二期，如果不下的话，他可能三基地会很早。这边还是 VR， 他要直接三开啊。他们那边的建筑学感觉全是一个套路啊。基本上是一样的，跟刚刚 PT Jago 的建筑学是一样的啊。太坏了， TY 居然把三 GD 开在二矿里面。嗯，他看来这个还是一个偏经济型的开局。这个位置一般神族不一定不能探到，他这个是经济型的骚扰开局。基本上在神族第一个农民探路以后，他就要出 OB 才可以去探。好，全部看光了，全部看光了，还要杀一个农民，太过分了。走了，不能干这么过分的事情。全部看光了，他的科技走向 VC VR， 那应该还是一个 Blink 防守为主，然后出 OB 的套路。这里还有一个农民，二矿主矿都一起看光了呀，侦查无处不在，全身都暴露在别人的视野了。关键死神还跑了，这边应该是一个空投地雷加枪兵的一个开局，先压制，边压制边偷经济的开局。他需要利用这一船的空投去给他后面的一个经济拖足够多的时间，因为在前期他是选择一个速三开，那这样的话他其实在兵力上是有点不足的。嗯，不过这盘跟刚刚那盘不太一样，这盘他这个压制可能偏慢一些，刚刚
武圣的那个是非常快的一个单框的压制，他是先追二气的一个非常直线的前压。嗯，这边地雷等运输机出来应该就走了，枪兵很多啊，神珠三开就看他怎么防守了，如果这个手没断的话，我觉得他这盘还是可以打的。 OB 过来看一眼，他就投了两个地雷出去，就装两颗雷去骚扰 OB， 刚好没看到啊，运气还是不错的。嗯，刚好没有看到这个死神看到对面三开了，那就看这个地雷能赚到什么东西啊。看到 OB 的情况，他应该有两个 OB 吧，家里还有一个还在出，这边已经在等好了，那应该赚不到什么，投不到什么东西的。我这边 TY 出了一个渡鸦，是为了清 OB 吗？节约雷达用渡鸦清 OB 啊。这个死神吸引一下注意力，但是这边有五个追猎，反应很快，这也要去反应一下，他是为了吸引注意力让这个地雷先可以埋在矿区，但这边反应也很快，反应在看见的。嗯，这边在补兵营，但是兴奋剂非常的慢，他这个开局有个问题啊，兴奋剂超级慢。嗯，现在都还没有升兴奋剂，这两个地雷什么都没有投到。不过主要哈斯顿的话也没有去压坦，自己也是选择三开运营的。是的。TY 也是个三开运营，双方都是三开的话，其实要进入一个中后期了。是。这边 P 可能会考虑用闪烁追猎的机动性先往前去压一波。这边有个渡鸦，那这个 OB 最好就不要往这边飞了。但是总体上感觉还要来骚。嗯，这个雷应该炸不到什么东西啊。散得很好，直接是上供了一个上供流，然后再把它处理掉。 OB 好像出去了，他现在 OB 是不是不太够。好，这边很稳健啊，房子做建筑学，再造一个防空塔，五个防空塔，他应该是防牵制的。他主矿那边好像布了一圈的防空塔，坦克已经架好位置了。是的 ，TY 现在已经开始进入一个准备打中后期的情况了。解放者正在出，他这个开局呢，感觉攻防是有点慢，攻防现在才刚刚开始提一攻。这是没办法，你既然追求了经济，然后你还挂双倍出枪兵，那你在科技上的进度肯定是会比平时要慢很多。看 Hastim 这边造了一把，被造了一把雷达都看光了，兵营数量还是比较多的，应该看到这个东西了，他估计要出来骚扰一下。嗯，但这边 TY 的防守做得很稳健，解放者也加好了，猥琐吧，就这么猥琐啊，在自己兵力可以抗衡之前我先猥琐起来。这边还特意去看了一眼对方有没有偷矿子，但是哈斯顿这边的话他的闪电科技是升级的比较快的。是的，双棱镜啊，他这个棱镜应该飞不到什么东西，因为 TY 那边的防空非常的多，神主要开四矿了，他是要开在这个位置吗？他可能考虑到自己那个四矿点的话很容易被坦克架在高台上，开在侧翼，这边防空，天哪，要不要这么多啊？这个铜墙铁壁啊，感觉这个东西要飞进去就没了，没有提速的话。哦，这波出来是刚好碰见了，感觉 TY 这一波。看家里要坠机了。哦，冷静直接被解决掉。这个位置卡得太死了，两个防空站在同一个点。一把雷达确认了神族的主力。是的。什么都没搞到，那这波牵制也宣告失败，现在快换 TY 出手了。哦，闪电偷闪电，太仁义了呀，不要学总司令呀。这总司令来一趟中国，直接教了很多选手指导了。是的，刚刚指导了一下，对吧，这个闪电应该先送一下，先让对方先产生一个错觉，我很弱的错觉。他电兵没有掉的话，他需要继续再存两个电兵，因为他闪电刚刚才升好。这边要从另外一边切入，直接投家，没有 OB 看到，因为他是带渡鸦的，一个无人机放下来，这边赶紧回救，
有地雷有无人机啊，最重要的是这里是科技建筑，像 VR 直接被打掉了。是的，哎呦，这里还有个无人机，真是烦，地雷一架装了就走。这波赚翻了，看侧翼，侧翼也来了，节奏非常的快，两个解放者架好，两颗地雷，一把电，电的还可以。这边没有运输机啊，但是地雷很多，纯兵。就看这一针兴奋剂可以赚到什么东西了，没有运输机不会，直接 GG。恭喜一下 TY。前期稍微运营了一下，然后直接一个双线就把这边打爆了。是的。TY 还是打出了他应该有的水准。嗯。虽然说今天前面两盘可能发挥的不是那么尽人意，但是后面两盘我们还是看到了 TY 强悍的一个实力。但我告诉你，如果总司令最后一盘赢了，那 TY 就成为韩国队输的最多的一名选手。如果总司令输了，那还好 ，TY 可以找一个垫背的。不是呀，总司令输了的话 ，TY 成了一个和总司令实力差不多、胜负一样、胜负场一样的选手了。这个是有点伤。等会儿他回国以后，说你跟教练一样，对吧？对啊，大家会说，呵呵，这个脸没有地方挂。下一场是第二打 PT Drogo， 又是一场 PVP 啊。第二的 PVP 我们前面已经见过了，很有实力。是的，就他们韩国选手说了，他第二这个 PVP 在韩国基本上可以排前三。他在韩国 PVP 特别强，那他今天打的基本上都是 PVP。这个排阵的话还是排的蛮好的。对，清本。我觉得清本跟在司令的身后感觉很可怜，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小弟。但清本大哥一定要开心。但清本的实力比司令强，这点我们必须要承认，对不对？没有用啊，实力再强，那个打手就是打手，是不是？打手怎么跟老大比？迟早有一天，清本会指着司令说：“你就是我的绊脚石。”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小。好，我们来看一下赛前的预测，大家啊，你们还真是使用这个套路，反正什么都跟他选一样的，总归不会比他强。最后要稳，对吧？你就差一盘了，我跟你说。哎，除了 Stock 和 Park 可能会出现变数，其他变数不会太大。是吗？是的。那我问你 ，Stock 那一场你选的谁？我忘记我选谁了，但我应该不是选的是司令吧？你如果选的不是司令，而色总选的司令，然后司令赢了，你会怎么样？哦，最后一盘我好像是选过一次司令的，四盘里面我选过一次司令，前面三次没有选司令的话，最后一盘应该是选司令的。啊，那色总应该是选 Park 的，我觉得。嗯。不要管他是什么，反正总归能够决出一场胜负。现在最理想的情况是平局，平局的话由观众来选的话，肯定是色总，是不是？好吧，那双方选手已经准备完毕，我们马上进入到比赛。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出生点位，出生在地图左上方蓝色的神族选手呢，就是来自世界队的 PT Drogo。而出现在地图右上方红色的选手呢，就是来自于韩国队的 Dear 清本。清本刚刚在上一轮的时候，刚刚跟 PT Drago 打过，是赢了。那看看这一盘会不会产生一个复仇的效果？为什么清本这个脸色看着就像是常年受到压迫了？面无表情，这种选手才是最可怕的，因为他深不可测，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你看司令这种上来笑呵呵的选手，你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清本这种。他心里不知道藏着什么战术的选手是最可怕的。这边没有开气哦，双兵两兵营对上虎口的两兵，那你农民也不用想进去了。嗯，不过清本这边根本就没有探路，随便你怎么开，他感觉是要双开啊，这个开局是他存了好多的钱，两兵然后接双气。嗯，这边清本双开了。PT Drago 这个开局的话其实挺拼的，非常的拼。这个图是一个偏经济型的图，如果你要这样开的话，前期没有赚到什么便宜，那他中后期就很难打。嗯，因为清本他是直接把基地丢了。我觉得 PT Drago 这样开的话是有他自己想法的呀。嗯，他估计讲封侦查，但是清本这边侦查很慢。你封了侦查，大那肯定对面会觉得你要做什么事情的，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能够全线的去做一点对手想不到的事情，可能会好一点。这边总体上来说，他看到这个兵营时间点还不如不要看到，因为他
也不知道对面里面是什么，但是他看到 BY 的进度应该懂了，应该是没有第二个矿的。VS， 哎，这边双兵在转 VS。我觉得这个可能清本应该是想得到的，对他来说。是的，他也在出使徒啊。他就出个使徒过去前面战争路口。但是这个飞机场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清本现在补到双兵，这边 PG Jago 再双开。机场之后再双开，这样的话他的机场速度要比平时的双开之后的机场速度要快上很多。是的，这边双兵 VR 很稳很稳，因为他知道对方应该双矿比自己慢一些。就看这两个使徒可不可以飘到一些东西啊，这两个使徒如果飘不到的话，那这个开局其实是挺亏的。清本现在心里有点虚，他被堵口了之后，他觉得对面在搞什么事情，他刚刚去看了一下有没有野建筑，然后确认没有野建筑的话，他我估计他应该是心里面预感到了，应该是野哦，应该是家里面速 VS。他因为他已经在补两个兵铲追猎了。因为你如果不是在家里面的 VS 的话，一般来说你堵了口应该是会去外面野建筑的。但是 PT Dragon 这边是骗人的，他两个使徒都没有造，取消掉了，直接造到飞机场。这个应该猜得到的飞机场。看这个先知，他应该在防守了吧？清本，你看家里有没有一些防守？一个追猎不够啊。还在加速的出，还在加速铲，主要是二矿这边。防先知的话要三个追猎。两个追猎，他可以强戳的，强戳。四个。五个，哎，操作有些失误，他是在出、那个、因为他家里面被母舰核心给点了。在多线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问题，他其实这个先知可以出六个左右。这边第二个先知过来的时候是看见使徒，直接回城。回城，第二个先知来了，这边追猎够吗？追猎去二矿了好像。主矿再刷两个追猎。应该问题不大，也是两个先知是直接切入的主矿，这个有可能有点意想不到，还好有一把炮台。是的，有炮台在的话，先知基本上没有什么作为。而且现在两个先知的血量都很低。不过没有死就不要紧。他这个水晶造的非常的好，可以看一下清本的这个水晶啊，三角形，最稳固的形状。主矿这个三角形。你又要勾股定理了吗？不，这个是代表的坚固的防守，这个什么定理就算了。现在不能乱说定理。你别发现你说的越多就暴露自己就自己的智商越来越多。不，这个两个先知好像也没赚到太多的便宜啊，就杀了四个农民。第一波其实最有机会的，两个使徒想往上飘，但是飘不上去啊，这边是死路。好，先知回来，清本直接三开啊，拦截，哎。PTDrago 这个还不三开的话其实是挺亏的，关键他兵营也不多。好，他把水晶点了，应该是要三开了，还要等钱。他这个双兵营开局感觉是想骗对方，但是清本完全没有被骗到，这边还放一个水晶。哎，对的，只能回来，这被限制了很久啊，经济上来说非常的亏。这边三矿都快好了，就看这个先知可不可以赚到什么便宜。两个先知是可以强戳的，三个追猎也守不了。而且母舰核心没有在这里开辟炮台，先放一把偷窥。这边被劫了，被劫了，漂亮。这个先知被劫掉以后，他基本上在前面对三矿也没有什么限制力。那清本的经济化肯定是强于对方的。再劫一个吗？这个劫不到。这边兵营补得非常的慢啊，是那什么空军的一攻，两飞机场，三飞机场。哦，他这个是出虚空跟打虚空不朽流。哦，引刀塔放下了，这边清本。清本可能是想用引刀去看看有没有机会啊，骚扰一下对方，但是看到了吗？看到了，看到了。看到引刀就好，他家里面的话就要靠先知先回去守一会儿。这边是个三飞机场啊，空军流，这个兵种组合不知道会不会给清本一个 surprise。应该不会，因为我觉得这个冷静过来的话，应该是可以直接看到。
是的，他看到的话就有办法去应对了。打虚空怎么打？我感觉要出很多的白球加 blink， 但是 blink 比较被这个不朽克，只能靠球爸爸。这边也没有直接切进去，他估计要刷一波兵，这是有四个追猎，虚空很多啊。关键是青本现在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应该看得到，看到了，三个飞机场，懂了，三把刀，有 OB 吗？有 OB 吗？在身上，他没有吧？但是上运输机了，上运输机了，两把刀强砍 VR， 砍不掉，砍不掉。二矿还有一把刀，这个引刀靠先知了，嗯，赚了很大的便宜。耶，耶，先知没能量吗？他正面看到四个追猎，直接就回了。先知刚刚是能量不够，应该是能量不够。哇哟，算了算了，这样强行砍 VR。哇，四把刀。他的 OB 呢？他在自己部队身上，他的 OB O 他 OB 比较少，他造的是不朽。他有 OB 吧？有，在自己身上就只有一个，他 OB 比较少，没出很多的这个 OB。就一个。他 VR 比较慢。哎呦。节奏全乱了。关键是还处理不了，出来劫，但速度没有他飞得快啊，只有凤凰可以处理这个。青本已经把自己四矿都填了，航母三矿憋航母，人家两矿都憋过，三矿算什么？三矿叫经济好的憋了，你看你没看到那些两矿憋航母，什么单矿憋航母的那些邪心。但我觉得在这种比赛里应该不会出现这么邪的打法吧。我觉得他出航母还是可以的，嗯，但他前面这一波引刀其实把他搞得很伤，关键是引刀还没死，节奏乱了。是的，但其实经济上的话有一点点小伤，但是青本这边四矿都好了，农民很多，而且他已经在转出白球了。是的，他有69个农民，嗯，四个白球，爸爸已经站好，想要打这一波，直接打一波了，趁对面的一个空军没有成型之前。这边航母能出来吗？航母太慢了，我感觉会有一点来不及。加个速吧。这边直接感觉到对方出门了，赶紧的补水晶，正面。这边球很多，航母如果出不来的话，这波很难守。他看一下有没有四矿，看一下有没有四矿，没有。青本现在有10个兵营左右，水晶应该好了，没有什么问题。那这样炮台数量还是挺多的，这样拖到航母出来这一波守这一波有可能的。后面又跟了两个白球，数量有点多。是的，看这一波先骗个炮台，人口差40啊，就看这个航母可不可以创造奇迹了。但小飞机现在还要铲，但是白球太多了。这边先传几把引刀去高地吧，对，先传几把引刀去高地，然后他兵动的时候就是他上的时候，应该是四把刀这个里面，哦，四个叉，他把引刀全放下来了，我骗了两个炮台出来，正面上了，看这一波，强点航母追猎在倒，追猎已经倒了差不多了，就看球爸爸现在，航母拉的还行，是的，航母被点了一个，没有，但是下面的白球数量太多了，没办法，这个 timing 抓握的很好，是的，现在球爸爸疯狂的在摸虚空，小飞机早就摸没了，小飞机没了，吉吉，恭喜一下第二，抓住一波转航母的 timing 直接打分。现在第二想的是，哎，老大，我完成任务了。他也是4-0，嗯，4-0，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对，那最后一场要看我们的总司令，总司令将会压轴出场。是的。虽然我前面输了，但是最后一盘面对帕克，他还好，他就输了一盘。然后，但是这一盘的话，他输的那个对手就是在这一盘。不是，我觉得他输的那一盘啊，说实话有一点运气成分在里面。他被那个自爆球直接赚了，没有，他是自己送了自爆球。嗯，哦，总司令对阵帕克，他如果不送那个自爆球的话，真不好说，因为他自爆球数量是比对面多很多的，他是那个属于自己操作脱节了还是怎么？反正我只记得第一盘的时候，总司令在落后30人口的情况下，在压在别人家门口打，气势是出来了。不知道最后这一盘，这个图的话是非常有利于打中后期的，可能进入中后期，在基本功方面，韩国选手还是要更强一些。最后一盘，总司令要证明他是 S 级选手。嗯。碧晕这种，哦不，那个 TY 这种，
才是真正的什么 A 级选手。嗯，总司令仁义无双，很淡定，很淡定。我刚刚我记得谁说过一句话，说当人家肯定淡定了，他打的比赛加起来数量比你游戏生涯的总场数加起来都还要多。谁啊？你呀、啊？是这样的吧？你觉得你会比他打的比赛多吗？应该没有吧，因为他从星际一开始算的话，那这个就算到什么时候去了？是赛前预测，我们看啊，果然是你选的 Park。哎，不要紧，我跟你说了的话，观众投票肯定是、这个。你果然从头到尾都没有相信过司令。被你识破了，不要紧啊，今天全是教徒，前面已经喊过了，好不好？全是教徒。没关系啊，你出去以后总归还有别人的。不会的，在我相信，对吧？作为一个饼粉，全是顶着他的名号的，叫仁义无双，怎么会来堵我呢？不过这一盘的话，你很有可能会和小色逼平，我们就看，主要就是看司令发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逼平，不好说。司令，我看好你在双色毒奶的情况下，你发挥不了的。哎，为什么你比小，你比九幺还毒吗？哎，不是，我前面信斯努特呀，我相信斯努特呀，结果相信失败的。不过斯努特确实也只差那么一点点，很有机会的。非常可惜，他那个打法其实是他非常有信心的一个打法，但作为五胜，他还是抓住了 timing。双方选手准备完毕，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压轴战。好的，我们这边进入到比赛，来看一下双方的出生点位。出在地图右上方蓝色的神族选手呢，就是来自于世界队的 Park， 而出在地图左下方红色的神族选手呢，就是来自于韩国队的 Stock。 Park 在世界队今天绝对是最幸运的，他对阵了两次总司令，非常的幸运。看看最后一盘是吧，发挥如何，发挥如何。我感觉 Park 这一盘他不会又要裸吧，这个图感觉还是以双开我比较好一些啊，因为这个图你他直接要裸双。这边很拼啊，帕克直接上来裸双，司令还是稳如泰山，先兵营再裸双。司令毕竟是司令，他绝对不会用出裸双这样的战术，为什么呢？因为他作为一个教练，他必须要下指导棋，指导棋就要用最正统的战术，一步一步的引导你。是的，他没有偷这个词典。没有偷，没有莽。我那个反正就是来跟你打基本功的，对吧？我就什么给你慢慢打的。然后在优势的时候就给你一点小小的甜头，然后拉成军事，然后慢慢的又打出一点小优势，然后又慢慢的送回去，这就叫指导棋，是吧？对的，就感觉场面上看着有来有回，你来我往，最后再给你致命一击，证明自己是 S 级选手，这就总司令的一般的套路。这边堵口了，堵死了，这边上不去啊。那这样侦查不到。是的，但是看这个 BY 的速度，应该懂的吧？应该是明白对手的一个开局，主要是看不到后面的一个科技走向。哎，这边欧美人的建筑学真的一模一样啊，怎么又是刚刚这两个位置啊？这边是双兵营啊。那既然是一个地方的交流肯定会多。这边在愚公移山啊，焊那个水晶。这边还是一个双兵营，然后接 BY。不会吧，帕克你不要骗自己啊，这个司令如果把这个水晶送给你太仁义了吧。这叫烦你知道吗，当你打的时候你总会感受到你的水晶遭受到攻击，你的部队遭受到攻击。好，这边开局上来说帕克略微赚一点点，但是赚的不多，这个开局双方都可以去接受吧，差不多。主要帕克他现在没有进去看到司令内部情况是怎么样的，直接出两个追猎。这边说的是飞机场，这个就是 PVP 的风格不一样，在韩国那边的风格总体上感觉还是一些偏飞机场的套路。这个农民藏在这里啊，他应该不会去野东西的吧。我觉得他有点像要打一波，看这样子感觉是要野，因为他动了一下。两个追猎先出门探探路啊，周围转一圈看看有什么野外水晶之类的，稍微的走一走。这边应该还是一个先知看 Park 家里。哦，先知一会儿过去的话，家里面的兵营他本来是还是够的。这个开局是最稳的。在追猎不停。
这个开局然后下 V2。嗯，这个开局基本上在防先知方面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他只要有四个追猎，一个先知赚不到什么便宜。是的，司令接下来是下了自己的一个 VC。司令下 VC 的话，我感觉他就是要慢慢打猎啊，先往后期打。都说的司令是指导期，怎么可能跟你在前期打嘛？那肯定是慢慢的往后面打。嗯，今天 PVP 我们好像没有见过最极限的一波，跟 Hus 的风格完全不一样。就我们 Hus 来了就不一定了。就我们昨天看比赛的时候见过很多盘极限的闪烁一波，但是今天 PVP 的风格还是偏稳健一些。嗯，这边补到三兵营 VCVR 再三开，这是一个最稳的开局。农民过来看一下，发现司令家里面是没有开三矿的，这三个追猎正好可以守住这个先知。那叫先知什么便宜都没有占到。好，司令现在心里微微一笑，嗯，防得好，不错。然后他要破口呀，现在他 很麻烦，破了破了，破口出来开三矿，没有点水晶啊！四个追猎直接往外面走，压根就不管三矿的这个奴婢。司令这个四个追猎气势很足啊！嗯。但关键对面的追猎，他估计想打一个双线，靠先知切主矿，然后追猎先吸引一下你正面的注意力。是。好，这边帕克点了一个水晶，非常的坏，不让司令三开。哎，司令又回来了。哎，司令本来想的是算了，我本来想直接一波直接这样把你压伤的，既然你点了一根水晶，我还是跟你慢慢打。嗯，司令本来想打一个很完美的双线进攻，结果我还点一个 BG、哎、这给司令点面子呀。这种时候就像 F91 说的，这一看就是没有做坏事的经验。司令现在很烦，因为帕克三矿都好了，他自己三矿才刚刚点，司令只能强压一波，双方 blink 的速度差不多。这个先知过来，哦，这波司令兵有点多。好，先杀一个陷阱，但是陷阱在对面被 OB 看到了。嗯，哼，你在我面前做这种事情，以为我会上当？先拖一个农民，哎，你为什么把我农民 A 掉了？拖了个农民，看这一波，不会上当的呀，头上有 OB 呀。看到了，这边在拼操作，闪烁不灵跟差不多。司令什么都没压到，这个陷阱暴露在敌人的范围之内，又是一个追猎换一个追猎。那这样司令就挺亏了，因为帕克的三矿是先好，对，但是帕克的农民比较少，他停农民了，司令是一直在补农民，虽然他三矿慢，但是他农民多。对，而且这样的话他三矿一好的话，他可以直接拖农民过来就采集起来了。是的，这个就是双方在运营细节上的距离啊。司令虽然三矿放得慢一些，但是他是一直在刷农的，所以他三矿好的话，这个也不会差太多的。但其实总体来说的话，是 Park 这边的话还算是赚一些。对，因为他的一个兵力其实很兵力很高。嗯，他好歹是三个基地的在刷农民嘛，肯定快过两个基地刷是吧？好了，司令已经开始要准备出自爆球了。双方都应该会走一个自爆球的科技，但什么科技都要走一遍。嗯，但 Park 这边自爆球比较慢一些，他估计要先潜压一波，靠 Blink 追猎先潜压一波。司令现在过来看了一眼，看到 VC 在转，也没有看到引刀塔这边。帕克要先压一波。帕克现在有几个兵营啊？他是觉得自己的兵力应该是占优势的。他确实现在兵力是占优势的。他有八个兵营，七个兵营，司令这边有八个兵营。先拉开，往前 A， 但是这里的话，司令家里面三根水晶放的位置非常完美。是的，有水晶放着的话，你要潜压还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你看看，你看看，我先知就从你头上过去，你都打不了。哎，他是要跳高地吧？他直接把不朽接在人机里面了。他是要封下面吗？过来看一下，过来看一眼。他本来可能是想往直接往高地投，然后封一下。封住，但是别人有 blink 了，直接起脸，强点不朽盾，这边闪烁追猎跳下来，先知戳。这波两个水晶啊，总司令的水晶，这炮台火力很高啊，这也要打，退了退了退了，但是会被追击啊，现在很伤，这边再打，还有一个不朽，不朽，但是没有输出，为什么会扛着炮台打的嘛？但是这边的司令的兵明显会多一些，哎呦，不朽这边被司令小的操作吓跑了，这边还有一个不朽啊，这边追击，司令往前胜利一跳，这边要被无限追击啊。上面有高地视野，有 OB， 人镜被点了，司令现在再往前跳，司令现在马上就要抱住对面的兵了，这个不朽，这个孤独的不朽，看即使面对一个不朽，司令还是展现了出来他精妙的 blink 操作，然后死了一个追猎是吧？
没有死啊。啊，没有死吗？他跳了好吗、哦？他就是那个残血，直接一下往后面跳了。你要相信司令啊。看来是我误会司令了，司令现在反打一波，气势很足。这边两根水，你不会先把水晶点了？你看这个布林克的操作，非常完美。这边不会扛着三个水晶打吗？没关系，自爆球已经来了，现在兵力已经是的很厚了。自爆球这边帕克是没有走这个科技，所以他现在没有自爆球。哎，帕克刚刚这一波分的这波最内容好像是吃掉了一个自爆球。司令又能一无双回来了，指导起你知道吗？就是在很有优势的时候要回来帮你打成军事。是他看到五个追猎不能忍，关键是他家里刷的兵都守住了，他要把大部队全叫回来干嘛？这个太仁义了，我只能说，硬要追死这五个追猎。哎，说好的很仁义的，你放他们一条生路呀？放了呀，对，就是这样才是你司令的作风。关键是对面四矿点出来了呀，你这个给对面喘息的机会啊。现在不好说啊，司令刚刚前面他要去压四矿，放别人一马，然后现在他再回去压，再回去压的话，现在兵力已经差不多，就看自爆球的一个操作，先分了一个追猎过来探一下视野。自爆球什么都没炸到，还有一个球，哎，几脸炸，怎么炸得出来嘛？直接被点掉。司令现在聚成了一个团，又回去了吧？司令不会吧？哎呀，这几个追猎是已经打掉两个自爆球了。哦，司令现在没有回家，他靠后续的兵守得住，他知道了这一个问题，不会冲这个口吧？自爆球 ，Blink 炸了一个叉，问题不大。这边阵型散开，慢慢的往后跳。是的，一个不朽在疯狂输出。好，现在又往高地跳。司令人口没有领先太多呀，不要激动啊。他想要去把Park 的一个司机的压掉，但是以他现在的兵力来说，他比对面多十个追猎，但是要后续跟上才可以啊。哦 ，Park 这一波想要 A 出来还是有点想多了。惊弓之鸟，先把这个球炸了。等不朽多续一点。两个不朽，这边看球啊，这边两个球，这边两个不朽。攻防的话差不多，两攻都没有好，但司令会快一些。司令可以考虑等攻防好了再打一个球。没有什么机会追击，布林克直接往前一跳。司令的追猎非常的多啊，现在。好，帕克的自爆球出来了。对，帕克，哎，往前跳。司令能一无双送追猎。看，试试现在是不是又拖回来了？送了刚刚有点优势。司令是卖个破绽，想用球换一下，但是对方不给机会啊。司令，不要再往前跳了。你再往前跳就送太多了，司令还要压，再来一个球，这个球没炸到，分散得很好。司令啊，司令送了一个球，司令已经送了三个人，司令送了三个球，五个送没了，现在怎么办？司令对面还有球，后面还有一个，这一个球一定可以逆天。哇，司令又起脸，这边球，这边没布林克，哎呀，司令啊，不愧是仁义无双啊。那么大的优势直接送出了30人口，太仁义了，这个球什么都不叫了。司令的球又来了，司令的球断一下后，好的，司令现在落后了40人口，他从领先20人口然后打到落后40人口，加起来总共60人口、啊、这个转折点是什么？他是为了放生的五个追猎你知道吗、故意去吓他们一下，然后先把他们吓跑，故意不 A 他们，所有的部队全部回家了。本来他那一波进攻其实是很有机会的，司令现在很被动啊。然后分了几个追猎。是的，现在帕克反 A 把司令压在了门口，但是帕克在开五矿。哦，强点自爆球，但是自己的追猎炸的好像还可以啊！司令又跳脸了，太仁义了！哎呀，司令准备送光最后的追猎，打个鸡鸡就跑了。这个我只能说，司令这个球他本来还有很多的，他硬这样换一下的。哎，司令怎么换家去了？司令，哇、哦，司令为了你走错位置了，为了打上面三个追猎，把所有部队都往上走了，就全部往前跳，下面全部靠自爆球去防守，结果自爆球被别人打光了，然后又把自己的自爆球给卖了。这个自爆球真的是我为什么会当司令的兵种啊？太仁义了，我就是去送的，好辛苦。太辛苦了，这个自爆球，司令，耶，闪烁都不用了，司令啊！
司令这个是用意是什么？是告诉我们中国观众，对不对？我是很能力的，这样操作是不对的。是的，是提供，是给我们提供一个反面教材。啊，司令现在基本上面如死灰了，准备又准备GG了，已经完全放弃操作抵抗。是的，今天连被帕克干了两盘。好，司令现在还有反击的一口气。司令要做出最后的抵抗，最后送一波追猎GG。不愧是总司令啊，球炸呀，帕克！只要球冲出去了，司令的追猎会跳到脸上来的。帕克是个知恩图报的，你知道吗？他送了对面送了那么多的球，他还好意思用自爆球去炸吗？司令还有一堆农民在苟延残喘。帕克如果看到的话，放他们一条生路吧，对不对？司令这么有，这已经是放有那个道义，哇！哦，自爆球起点教做人了，司令。司令现在没有钱了，怎么办？自爆球也没有，落后70人口。帕克在圈养司令吧，他在享受最后胜利的果实。是的，今天最后一盘，对吧？这我们要体验一下胜利的快感。往前跌，哇，司令的自爆球，最后送一波追猎。哎呀，这追猎 啊，人意无双。GG， 恭喜一下 Vok。帕克最后一盘的话，还是展现出了他非常坚强的一个韧性。是的，司令因为这波起点吃太多了，所以输掉了。对，他为什么一直起？他好像每次起点都会被炸。有信心，他告诉我们追猎不是这么用的，你知道吗？嗯，这么用是会被自爆球炸的。他在领先20人口，压在对面打的时候，居然可以打出这么大的60人口差距，也是不容易。那这样，我们今天的比赛也是到这里差不多了。好，请大家再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两位选手 Park and Slade。 真的非常的仁义啊。那么到现在呢，我们三天的狂欢就要进入尾声了，但是大家先别急着走，也别急着换台，因为接下来就会进行一场非常刺激的更大的狂欢，都是你们在等的，超级爽，相信我。不过在这之前呢，让我们再来感谢一下现场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可以吗？各位朋友，感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真的非常的辛苦啊。那也要感谢一下我们的解说，包括我们的外国的解说，在那里大家看到了啊 ，right 啊，包括 Tenchi Pig， 在我屋子里面的 Swag， 还有 Lutherdam，Thank you so much。当然。也要感谢我们的中国的解说啊，包括我们的 Michael 诺总、91以及小色。All right, so for all this audience on Twitch, now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interesting celebration here for our Chinese casters, and we're going to have an award that is called the Poisonous Milk, and I'm going to explain it really fast. Okay, here in China, when we are playing a game, we want to heal.Some other people, let's say I'm a priest, I want to heal someone else. That word in Chinese is called 奶. If I heal somebody, I 奶 somebody. But if that 奶 or that milk is poisonous, it means that my healing will do a counter effect, probably kill that person. So, our caster here has a very interesting ability. When they predict someone is a winner, that people usually lose.So now we're going to have an award just for our strongest, most poisonous milker. And then that's going to be very interesting. 咱们现场观众的英文也特别好啊。刚才是要给 Twitch 上的外国观众解释一下，那我用中文再说一说。三天的比赛，我们解说台上的专业解说们呀，他们也非常的辛苦，他们也做出了属于他们的判断，当然他们也有股东方的神秘的力量。那么现在呢，我们即将揭晓本次 WCS 中国站毒奶之王的桂冠。那么在开始之前，让我们来先看一段视频。Let's first look at the VCR。在很久很久以前，传说中有位仙人，他的名字叫做萨尔纳加。他拥有三件法器，据说拥有这三件法器中的任何一件就能改变世界。轩辕宝剑，萨尔纳加赠予华夏首领黄帝，在涿鹿之战大败蚩尤之后，此剑便失去了下落。三叉戟，
萨尔纳加用它镇住远古时期滔天的海啸，此物在海中几经流转沉浮，据说最终漂流到中国浙江海域，被一名守护者拾到。羊脂玉净瓶或被金角银角大王偷走，在归还的路上掉落人间，吸尽几千年人间污秽之气，后变为羊脂毒奶瓶。今天这件羊脂毒奶瓶终于重现人间，就在上海有个浓眉大眼的解说得到了这件法器。毛十八 MMA 杰克基三，这四个人绝对是最弱的，还好还有个 Life 绝对是鸡，我跟你说现在 Life 真有点菜。什么的韩国去了什么 Innovation 书本泰加，这几个你妈的猛成马，我跟你说 Peach Gap 经典神皇小 Hero 这几个是不是最强的嘛？冠军肯定他们几个里面出来的呀。180多的小明戴飞龙这波要吃阿丽莎的部队轻而易举啊，阿丽莎现在根本不敢推，三基地又没开起来，妈的老子是专业解说好吗，这怎么奶死吗？专业解说看这种局面还看不懂啊？180打120人口，你有飞龙的情况下怎么输？你告诉我什么叫飞龙七连耶、yeah, 别啊，哎呀这解说不下去了。好的，先打了农民，吉姆通农民先出手，三个巨象呢再输出，好还有两个巨象，吉姆出现了，还有两个巨象打赢了，这两个巨象太威武了，还有一个巨象，这什么情况，两攻难道那么威武，两个巨象没扫死，哎呀有野 vs 亲本，这个哎呀帕丁不会被找到了吧，刚刚好亲本什么都算到了耶、yeah? 这怎么解说嘛，这种莫名其妙了 chef 到这个位置都能走，我跟你们说个毛，有时候我跟你说，有时候这个判断失误那是没办法的事情，你要知道我说出来的这些话，曾几何时观众朋友们包括选手的判断都跟我一模一样的，所有人在点头的时候结果发生的诡异的变化，飞龙洗脸那是小明打的菜，跟我有什么关系，吉姆打赢了还有两个巨象，那也是因为吉姆打的菜啊，两个巨象都 A 不死人，妈妈传回头那是因为亲本 chef 的出了问题，很有可能打出一个5-0的比赛，韩国人只要打疯了无人能够阻止，那不可能5-0的，你们不要黑我，妈的这个5-0明天我就把我的 ID 改成毒奶色。海王的 ZVT 很强，牛的哎，牛的护盾没好，哎这个牛的护盾没好啊，而且没有集中机器，这一波顶赢的就有点假、啊、韩国队直接就上 innovation 的啊，摩尔诺的人上来拼一下，两兵营没什么用啊， innovation 这种选手经验很丰富的啊，吕布也倒了，帕丁最少最少也是一个张辽，有智慧有智谋也有武力，吕布要中的计帕丁不会中计的，你知道吗，这妈的张辽也有陆小凤的时候了，张辽也走了还有谁，哦好像没有替补了，那还是 Parting 哦，张辽再战让你们看看张辽的实力，推进一波，完了4-0，最后一个吕布再次登场，吕布怎么可能输两场嘛，再次登场手持方天画戟脚踏赤兔红马，怎么输，这个时候 Innovation 要九死一生的，就是这一拳但上面有防空，怎么会去投这里，但你疯了吗，毒奶我就是毒奶，奶死你们。好，那么现在这儿我们用最，我也被奶了，我的天啊！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喜我们本次 WCS 中国站的毒奶之王，有请小森。Poisonous milk for all the fans and the teachers. 哈哈，小瑟，我的天，你的这个奶的功力实在是太强了哈，我主持人都快废了。那么，获得本次的毒奶之王，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有什么获奖感言想发表一下？你想感谢谁？感谢谁？只能感谢上天，感谢大地了啊！其实说实话，我一直梦想着我做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一般来说就是这样一下。结果没想到今天来领这样的奖啊，但是也是感谢各位观众这么多年来的支持啊，大家还能够听下去我的解说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All right, Xiaosu just said that he just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the audience who's still watching his commentary of the game. Well, he did bring a lot of joy to us. Here in China, the commentator will not only comment the game, they do another job. It's called crosstalk 相声 in China, right? So he did really well.
All right, OK, 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有一个惊喜啊，就是今天你也会拿到奖状的奖品的。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有请网易副总裁李日强先生为小色送上属于他的奖品。Vice President of NetEase, Mr. Lee。我准备了，工作人员给我准备了这个跳虫作为这个奖品，我觉得太不合适了。那怎么办？那我们要扔给我们的观众吗？这个先送给现场的观众。啊，强哥说，我们再换一个能匹配上我们毒奶之王的奖品。看来送给毒奶之王小狗是不行的，要放毒豹才可以啊。这个好很多了。那从今天开始，小社会成为我们官方认证的毒奶。毒奶。希望你以后可以在毒奶的事业更上一层楼。那我就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尽量对中国的选手高抬贵手。中国的电竞靠你了。Our Vice President Lee just said that, well, from today on, Xiaosi will become the official poisonous milk here in China. And again, so thank you for your contribution here, 好吗？好，那么再次感谢我们的李总啊，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小环节，您先留步啊，您先留步，我觉得您还是站在台上好一些。各位，好像光送个毒报不够，对不对？哈、啊、哈哈，是不是还得送点名副其实的奖品吧？我觉得呀，真正该送的就是奶。那么现在有请我们小色兄的好兄弟 F91 给我们带奶上场。哈哈哈哈奶呢？奶在哪？其实这个奶，这个奶也不多，真的。刚才他们叫我选择啊，就是他们拿了一生给我，然后经过我的花言巧语之后，最后变成了500毫升。哦，然后但是有个要求你要满足，就是他们要我喂你。哦，So that is the milk, and F91 is going to feed him, right?怎么喂啊？怎么喂、啊？这个是500毫升的那个农夫，不，这个是就是500毫升的瓶子，毒奶，毒奶。那我现在、啊、不，如果说你自己喝，你要喝一升，你选一个。是要让他喂你喂五百呢，还是我不会乱来的，你放心好了。那自己喝就一升。我拿着，我拿着，你选。来，我们来，观众朋友们一块喊一下，来，喝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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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啊！哎，喝完。你那个嘴不要那么颤抖哈，我不会乱来的，你不要急。还没喝完呢。哎，好，那一口气喝完啊。All right， 毒奶，来，大家给点掌声。毒奶，毒奶，毒奶。哎呀，一口气干了嘛，这个用。啊，好难受吗？没关系，就难受就对了啊。这个是你，这个是你这几天的功劳。不行，那不行，不行，必须得换啊！来，我们一块来掌声鼓励一下，一块喊：毒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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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哎，喝完了，加油啊！毒奶，毒奶，毒奶，毒奶！呜！哇哦 ！Oh my God！肚子撑不撑？好的，掌声鼓励！谢谢李总，谢谢小色，谢谢九幺啊！好，有请有请啊 ！All right, for all the fans on Twitch, this is not poisonous milk, okay? It's actually not poisonous, but still, it brings us a lot of fun. I really like to thank him. 好吧，各位再次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所有的解说团队，好吗？掌声鼓励，谢谢。当然，请用更热烈的掌声，有请我的搭档 Smex。好。So Smex, did you enjoy this part? Yes, it was actually quite interesting. Great. I just hope that everybody that's watching on Twitch would understand, because it's actually quite clever. Yeah. I wish you could understand, and that's a very interesting Chinese culture. We like to make fun of each other, but in the end, we love each other. All right? And now, talking about love, I think it is a time for us to talk about the real love of the game here tonight, I guess. Yeah, of course. Of course, we saw that Team Korea did win, though it was a lot closer than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would have expected.
selected, but they are the victors here for the All-Star Show match. So let's bring them onto the stage. No problem. 那么今天的话，我们的韩国队还是赢得了最终的胜利。那么说实话，韩国队在这个星际上的优势就好比咱们中国队在乒乓球上的优势一样哈。但今天我们的司令还是非常给面子啊，输了几场比赛，送了几个球啊。不过这个时候呢，还是让我们来有请我们今天的胜者——韩国队 Team Korea。掌声再热烈些。Good job, guys. Good job. Now, Bian, I'll talk to you since you're standing right next to me. As a Korean player who has the sole, I guess, unique position of being part of a Chinese team, what was this experience today like for you and playing in these show matches with the foreigner players? 일단오늘쇼매치를많이했잖아요한국선수와해외선수들근데이제개인적으로이제중국팀에있는데그런입장에서그해외선수들과경기들을하면서어떠셨나요好，那么我们 Smix 问 Beyond 的问题刚好就在他旁边。那么问到啊 ，Beyond 今天发挥非常棒，大家都看了啊，打得很棒。与此同时呢 ，Beyond 也是比较特殊，因为他是在中国效力的韩国队员。那么今天呢，又和中国队员，包括和世界各地的选手进行了切磋，还是在中国的主场上。那么他今天感觉如何呢？请问 what's up? He says, what was the question again?Okay. So I'll just repeat it for you. No problem. Yeah. 일단그냥오늘해외선수들이랑많은경기들을했는데이제생각보다한국선수들이그래도좀많이지진않았지만그래도졌잖아요그래서이제한국선수이기도하지만이제중국팀에있잖아요그래서그런이제독특한이제입장에서이경기들이어땠는지일단I'm so excited. 干死黄旭东일단근데저는한국올스타로보다해외올스타쪽으로참가하고싶었는데 、네、 중국팀이다보니까근데뭔매국장신구리 So he said, so it was cute because as he was struggling to think, DRG said, did you just forget again? So what he said was,Honestly, in this All-Star Show match, when it was Team Korea versus Team World, he wanted to be part of Team World because he's part of a Chinese team now. Oh, that's so sweet. Since he's part of X Team, he said,、yes. you know, I wanted to be part of Team World, and then he trailed off. So. Wow, 大家都听懂了对吧？哎，我们的 Beyond 他说啊，今天知道了是韩国队对阵世界队的时候呢，他其实更想参加世界明星联队，因为他在中国已经效力很久了哈。大家掌声感谢一下好吗？That is really sweet, really, really sweet. All right. Okay, 那么我们的韩国队啊，他们将获得的是总计9000啊美金的奖金。哇，这也是好多钱呢，45日又是1亿了啊。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有请我们的暴雪娱乐制作总监 Tim Morton 为他颁奖。And of course, we do have a check presented for the Team Korea since they were able to win. So it's StarCraft II's production director, Tim Morton, will present the check. 好，我们有请 Tim Morton. Okay, how about over there? 我们的队，the team leader, right? Okay, here's the money. 好。Congratulations. 好，我们三二一，掌声鼓励。Woo!Wow. And of course, in the spirit of good competition, we do want to join. We want the other team, Team World, to join us on the stage for a group photo.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狂欢也即将进入尾声。最后呢，让我们来邀请世界明星联队队员和我们一起享受这美妙的时刻。因为最终还是游戏的爱，让我们再来一起。有请世界明星联队，掌声再热烈一些。Woo!All right, let's take a photo together. Okay, so it's very easy. You are too tall, go back. All right, just kidding. 好吧，我们就往前一面来，各自矮一些的。好，所有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想拍照，这是你们现在的时刻啊，时间非常有限，但坐下来让后排的朋友拍一拍。Okay, 好 ，How about we just squat? Can everyone 可以吗？都能看见吗？都可以是吧？好吧 ，Let's smile. In China, we say 1, 2, 3, 茄子. Could you tell the Koreans? One, two, three, what?
one, two, three, and we see the word 茄子 茄子 Yes, very good. Okay, right? 여기중국에서는이제사진찍을때뭐 one, two, three, 茄子이렇게하면돼요그래서똑같이해주세요 Can we see that one more time? Right, here we go. One, two, three, 茄子 And one more time, one more time. One, two, three, 茄子 All right,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all the great team, Team Korea Team World. Thank you very much. 好 ，OK， 那么也感谢我们现场的所有的观众啊，也包括我们在网上看，包括 all the audience from Twitch.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3 days, and also thank you, Smix.Yeah, it's been an absolute honor, Ali. It was my first time here, and I just saw so many passion, so much passion, from the fans here. So that was so exciting to see. So. Yes, thank you, guys. We should see you more. Bye-bye. Bye-bye. Woo! 谢谢，喜欢就打个六吧。Wow, it's beautiful. Woo! This is amazing.想要合影的赶紧抓住合影，各位啊！我不能说你们能上台，能上台吗？哎，对对对 ，All right, thank you, man. Good job, good job, good job. Thank you, sir. All right, good job. Now we're gonna party after this, all right.